介绍一下什么是哲舞啦，哲学星期五，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认识哲舞。那哲舞其实是由一群，我们都是由一群志工组成的一个团体，然后每个礼拜五在好办的这个地方举行的一个公共论坛。那我们讨论的事情其实很多元，然后谈的东西也很广，什么议题都可以谈。那包含其实从去年一月哲舞就在台中开始做第一场，我们第一场谈的是有关司法改革。那中间也陆陆续续包含去年的这个318的这个运动里面，我们后来也谈了有关于太阳花的运动。那甚至我们今天要谈有关于香港，其实香港去年发生这个雨伞革命之后，其实我们曾经有办过一场，也是由香港的这个学联的朋友来到这边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经验，然后比较从性别的角度来谈这个香港运动。所以其实我们谈的议题非常多啦，那包含音乐也谈，体育的也是可以谈，所以非常的多元。那每个礼拜我就会固定在这边，所以我们也期待说，其实透过像哲舞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开始慢慢拓展，就我们在台中，因为常常人家说我们台中是文化的沙漠啊，我最准啊那啦，然后其实我们其实在台中，我们自己在地看慢慢累积我们自己在地的这个文化的土壤跟养分，这样。那我渐渐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在台中在地来做不同的一些行动跟这些公民的参与。那其实哲舞，我刚刚讲说哲舞是我们这边还有位置，那个里面这边也可以。我们其实我们在台中有这个哲舞，其实由志工所组成的，所以我们的志工其实就是大家很自动自发每个礼拜来到这边，排椅子啊，然后其实我们也有直播然后在做录影，然后有平常也有做摘要的报道，那还有包含我们的粉丝页上的管理，这些全部都是志工不假手他人，所以整个团队的运作透过志工，其实我们是靠着大家小额的这个捐款，小额的捐款，然后来协助说让哲舞每个礼拜五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哲舞是不收费的嘛那可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一些大家的小额的捐款，其实也可以透过说这样来资助，然后让哲舞这样的一个环境可以让它支撑得下去，然后包含像我们请来的讲者，我们并没有给他讲师费我们要给张铁志讲师费，但是我们要补贴一些他从台北来的交通费用，我们作为一个在地来他们从外面来这边讲分享他的经验，我觉得很好，可是我们总是来者是客，我们要帮他负担一些交通的费用那所以比如说交通费用我们会帮他负担这样子，所以都要靠大家的这种小额的捐款这样。然后这个主要是哲舞啦所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哲舞传统，我们希望说所有的人你都可以畅所欲言，讲你自己想要讲的话，然后所有的议题不管你是正人或反，正方或反方，你都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来思辨。那我觉得说不一定是说在这里找到答案，而是说透过这个讨论的过程里面，我们至少开始学习说这个社会要学习去思考这件事，就是学习思考，思考一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觉得透过在这个场域里面，我们不断的在刺激彼此的思考，这样。所以刺激彼此的思考很重要，就是说大家要先稍微就是自我表露一下你的一些意见所以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传统要自我介绍，自我介绍不用太长，10秒钟因为今天人也很多了简单介绍一下你是谁啊，然后你哪里来的啊，你在做什么的啊，这样就可以。或者说其实最重要的是要谈说有关于你对于今天的这个讲题这个题目你有什么想法，或者你有什么问题，你现在就可以丢出来，不一定要等他讲完也许你觉得可能你对于这个香港正在转变中的香港，你也许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可能甚至有一些人可能曾经到过香港去也参与过去年的一些运动，或过去可能你也说不定有参与过香港的一些社会运动，你也可以提一下你的经验也很欢迎所以大家在这个自我介绍过程就可以稍微提一下，不用太长一个人10秒钟，10秒钟是表定时间的，但实际上你大概可以讲到30秒到1分钟，好吧？但是不用讲太多。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
其待会帖子分享完，还有一轮的时间可以让大家来提问，或者 提出你的回馈分享这样子。好，那通常我站在某一些人的前面，他会很紧张，说等一下是不是他要自我介绍了？对，不要紧张，我要找后面的。好，我们从后面开始介绍好了，然后从我们志工开始讲，好，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哲武台中哲武的志工，我叫凯轩。那今天也是想要抱着就是当粉丝来听一下这场讲座，对。大家好，我是哲武志工，我叫赖怡莲。然后我最近我在一个那个独立出版社，然后最近也在做杂志，所以我想说那跟这个主题还蛮有相关的，所以就把它再来听一下。怡琳他是我们哲武的志工，我们每一个礼拜的这个 banner 都是他设计的，很厉害。大家好，我是沃克，今天这个 banner 很好看，我对这个小编这种香港有兴趣，我来听听看一下。大家好，我是卢双，我是哲武的常客，然后今天一样来了解这个议题，谢谢。大家好，我是彭宇，我是明道中学的高三生，今天就是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要了解这个？算是好。哎，你们有一个学长在香港大学念书，现在是学院的那个江敏念，他以前是我们哲武台中的志工。哎，大家好，我叫玉轩，我现在刚当兵，那我平常是在洞见新闻国际评论网兼差当写手。啊，我不知道，因为是小媒体，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关于国际事务。那我今天会来，是因为我们其实洞见有做过类似关于香港雨伞运动的专题。那当时我们就从各种角度分析，包括一国两制啊，然后还有国际媒体反应啊，还有中港台的情节，中港台之间的情节的。那我个人会有问题说，我们当时有找一个香港在地的媒体人写了一份专稿，然后他里面说，梁振英上来之后呢，做了很多错误的施政。那房价涨，他们香港人好那么忍住？那错误施政我们忍住，这么多自由行入口我们忍住。那最后是政府用了催淡瓦斯之后，才爆发这么大一个运动。那我也想知道说为什么是这样的过程，这样渐进的过程。那现在可能要听主讲铁志先生的分享。好，谢谢。好。大家好，我是凯宇，目前是图文创作者，对，然后主要是以接案为主。那我这次来听是主要是对于媒体，能够在社会中扮演的主观跟所谓客观，对这件事情是比较好奇的。大家好，我是姚志英，选的彰化的。高中的时候做过校刊主编，所以对主题还没有。你现在还在念高中吗？对。你说高中的时候，好，就是现在嘛，因为已经高二的时候。高二的时候，好。大家好，我叫梁家伟，台中人，现在算正职是在当替代役。替代役，在台中当替代役。大家好，我叫彭伟，然后我是台中中高二生，我是因为之前在校里面有办过刊物，就是上来听听看，就是也是老师在香港弄刊物介入政治。大家好，我是洪一山，就是台大理高中的学生，然后我是第一次来，所以我就是抱着一个很期待的心情来，没有其他想法。第一次来、啊？对。那多讲一点吧、啊，你为什么会来哲武？怎么知道哲武？旁边的人跟我讲。哦，旁边的人。因为他常po一些我，然后就是他来看我的行程，那我就很好奇说，他到底在做什么，可以打出这些文章。说你的同学为什么可以知道这么多事情？对，然后我就很好奇。对啊，所以常来这里不一定要去补习班。好。大家好，我是世代高中的周文琪。然后我看到有一个我带来的我们学校学生，其实我很开心。哦，真的、对。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谢崇泰，然后是记忆法律的学生。那我刚考完期中考，来这里充电一下。考完期中考继续充电，优秀。
好，大家好，我是徐元廷，然后之前来过折舞几次这样，然后然后几年前也是有听过老师的演讲，这样在大学的时候，然后特别就是想要听一看，就是到底老师眼中那个转变的香港到底是怎么样的转变？大家好，我是陈立佳，那我是台中人，现在是工作在实验室，那现在是礼拜五晚上会。大家好，我是哲宏。然后，因为其实我有关注蒋哲的 IG， 那我知道他很常去香港。那我想说，Instagram 是叫 IG。对，然后想说，因为住的跟香港，他住在香港，对。好，那我相信今天可以听到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因为铁志是那个《号外》杂志是在香港。大家好，我是陈子萱，然后我目前就读普林斯大附中二年级。哇，普里来的？对，就台中人，就是普林斯台中人。然后因为自己本身是校刊社，所以想要知道要怎么用书面的媒体去关心高中生。我发现今天很多高中生其实都是校刊社之类的。学校刊编辑室。有点是，可能是想要来选，对，选天启时。我也校刊社。好，等一下铁子也可以谈一下吗？我是黄心怡，然后我很喜欢就是铁志老师就是对于1960年代的书写，因为我也很向往那个年代。谢谢。为什么会向往那个年代？就是他们是一个很反抗，然后很自由奔放的年代。充满反抗跟自由。我觉得不一定算是自由。就很向往那个时候的气氛，对。大家好，我是廖文。我是台中教育大学的外语系学生。今天一个人，对，是我干单了，因为我们通常遇到台中教育大学都是一群人。大家好，我是云茹，那我是就是之前一直有看陈老师发的文章，就是他在进号外之前就有看到他一些发表，那就是网上讲座，今天第一次见他，谢谢。大家好，我叫艾华，然后我大学已经毕业快两年，我是台中人。然后因为我对出版杂志还蛮有兴趣的，然后因为台湾各地还有各种学术界，就是或者是各类学校学系，他们现在刊物出版的，就是情形就是越来越多。那就是我会很好奇，就是杂志出版这类从报道到影响力的过程。就一个媒体的影响力到多少？大家好，我叫三毛，在台中中科工作的。今天终于有第一次来这中科哦，对，中科哪边？很大美，中科涵盖大雅、啊、是什么？后重呢？台积电的。台积电？哎、欸，同事啊。今天第一次来，然后呢，就是关心一下香港，就是关心就是那个台湾的这样。好。大家好，我叫陈彦宇，是台中，然后台中读书。在哪里读书？台中很多地方。科大 ，OK， 台中。大家好，我是信安，来折舞一次。那今天这个如何以杂志进入转变成香港？对我来说，郑南榕先生的那个杂志社，还有他自己的世界，是影响我支持台湾独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事件。那也很高兴能看到张铁志先生。前阵子，你的杂志我在那个，因为在台湾只有好像只有那个成品书局才买得到嘛。那我那时候很后悔没有买。好，我们今天有带很多哈，那个对，今天有很多，待会大家可以来选购。是，我看到那个黄色的一本别册，里面就讲到那个雨伞。好，谢谢。是这本。好，大家好，我是台中明道中学的玉伦。第一次来吗？不是嘛，对，要多讲一下。大家好，我是长庚大学的李松，然后是第一次来。台中人吗？不是。他怎么会从长庚大学跑到这里？有点远。因为刚好今天来台中玩的，然后。
高级班里，所以就想说来听听看这样很惊喜的行程。我可以成为观光中心，我们在台中，原来来台中玩可以顺便来这里。对，来玩公园也跟逛哲武这样。大家好，我是台湾旅游者，然后我是被这个海报吸引来的。哦，是被海报吸引来的，你看你们都错。海报已经好多分。大家好，我是郭立，然后台中人，目前在福利，谢谢。好。大家好，我叫周杰特，那我是毕业于政治大学。那今天会来是因为前一阵子到香港，然后认识很多香港朋友，让他们对这次太阳花影响这个运动，他们有非常多的想法。然后所以想问问铁志老师，就是对台湾跟香港的相互影响有什么样的反应？大家好，我是何家肉，然后今天的主题就是想要了解除了中国因素以外，就是香港。在英国殖民前后150年，然后留下像一些殖民的遗绪。有声音。大家好，我是电影社，我是报纸的放松师的心态来的。好，所以我也可以讲笑话。我们今天很放松，没有问题，谢谢。不用担保，不用紧张。大家好，那个我。接下来两个人，然后他们都是没有吃晚餐才来，所以我觉得有点饿这样子。所以等一下是怎样？如果讲得不好，就要出去吃晚餐。没有，就觉得说对，就放松的心态。大家好，我是妹妹蛋，然后我刚下班，然后也觉得这个议题还蛮有兴趣的，就想听看看你们会讲怎么样的想法。在台中工作吗？对，台中人。台中人。大家好，我是台湾教育大学台语系的吴希文。然后因为上次太阳花的那一趴没有参加到，所以要赶就是再纪念一下香港的这个地方。好。大家好，我叫吴雅婷，然后我是上一次在那个山城那边出的铁剧这个分享，觉得很有趣，觉得这个剧很好。哦，他上次谈的是有关音乐部分吗？这是我台中里面高二学生，然后我今年要升大一的时候要写硕士论文，所以我就写了香港主义，然后查了一下，然后今天想要看这个。那你一定对于香港非常了解，等一下那个，因为有人跟我说，号称说他也是香港专家，所以等一下他讲错你就赶快提出来直问他好不好？好。我叫张克龙，我也是台中理工学生，然后我的好朋友他有在着手编辑也是一个校内刊物，就是叫《中女中二报》，然后有时候我会跟他一起做这样，然后就是也很想了解一下他的意思。听说你们女中那个报纸好像学校不太喜欢，是不是？对。好，我们听一看，等一下说明他讲说，如果你办出来的东西是学校不喜欢的话，怎么办？好。嗨，我是雅子。嗨。就其实我们三个是同班，然后高二嘛，然后我们之前我们三个有写了一篇报道，然后就是。就在网络上有引起一些争议，对，好，不是，关于 face， 那个我是台中女中的翁家，然后我是第一次来，怎么样？感觉如何？有压力吗？还好对。大家好，我是新大附中的高三生，然后钟丽玲。然后这是我第三次来，因为前两次都觉得主题很有趣，这一次我也觉得就是对香港没有太多的了解，因为在学校的话，如果你没有主动去索取知识的话，其实不会知道太多事情，所以我想要那么多了解，就是校内规范的事情。大家好，我叫刘静，我是第一次来，我会到这里是因为我同学他就来。跟我说这里有这个这么好的活动，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这个还可以用 LINE， 好厉害！谢谢。好，大家好，我叫柯彦士，我是台中人。
然后我是第 N 次来到泽武，我也曾经去高雄玩的时候顺便参加高雄泽武，所以我觉得这个跨城市参加泽武是个不错的啊。以后就是累积了全台湾各地的折舞之后，看要怎么用点数来换东西啦，好吧？好，然后我之前是有读过也是的书，对，有带来想拿钱。哦，好，就是声音与愤，我像最近有带出新版十周好像是。对，然后就是对香港没有去过香港，但是一直都蛮关心香港。像我的叔叔也是在香港工作，然后。就是像去年的香港占领，中环被占中，就是香港的运动发生，其实都蛮关心的。对，然后很好奇，想要在今天听到当美术先生就是在那边就是出版杂志的那种，就想了解当地的言论自由，他的有没有像在就是跟在台湾有什么不一样？大家好，我叫常琪，我今天是我第两次来的，上次来的嘛，首次。上次来是谈有关白色恐怖，对不对？好，很好。有没有人没有介绍到的？这边好像有几个这个生面孔，第一次来吗？好，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澳门来的。哦，澳门来的。然后我是台东教育大学台语系的学生。哇，那你澳门要学台语很难哦。没啦。哦，好厉害呀、啊！台语系的学生，好给呢。大概德语是比较需要唱。那你可以讲广东话吗？可以讲广东。来了半年。半年。来超过年。那您是想跟我听的，所以你要讲。哦，来了半年啦。那因为其实自己本来就有注意港澳的。新闻啊，以前也常常去香港，我也很有香港朋友，我家里也有人在香港。是。那对于除了香港的独立运动以外，像台湾的我有注意。香港独立运动。算是吧，反正就是一个运动啊。OK OK。澳门也有。澳门也有。比较小。嗯。对，我们比较少听到澳门的消息，所以等一下也可以，你有机会。哦，好，下次有写澳门的时候可以找我。啊，你可以找我写澳门的事。OK OK。对，好。所以来了解一下，听听看不同的声音，就可以知道更多的知识。很好，好，谢谢大家。很棒，澳门人来学台语系，厉害。大家好，我叫崇杰，我是上班族。我是想听看香港的转变，他对台湾有什么可以思考的地方？谢谢。大家好，我叫冠宇，然后我从台北下来。我从台北来。对，然后他们今天说台北泽武爆满，所以下来。所以是那边挤不下来才来的意思吗？你觉得我们这里难道就比较好挤吗？这里可能有300人。泽武今天是那个一个巴黎来的那个左谈左派的运动之类的。好 ，OK， 好了，还有没有？哎，有没有自我介绍一下？没有。后面有没有？没有吗？好，那在铁志正式开始讲之前哦，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引言，然后，那其实我们今天现场哦，这个有这个号外杂志。我手上这本现在目前只剩下一本绝版，所以这本就是原价330，就是卖330。330这个老板新手出店的老板真的很好，他说这本如果卖出去330就是捐给哲武这样子，所以只有剩这一本，所以我要把钱放在这边，免得被偷走啊。然后这边呢有好几期的哲那个不是号外，然后号外杂志就是每本就是250元，好，那。那个也是新手书店的老板说250元，可是50元他会捐赠给哲武这样子。好，对，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待会会后可以买，然后你们需要签名的话，也是应该会愿意帮你们签，愿意吗？好，那我们其实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其实在月初的时候，铁志其实已经来台中谈过一场，刚刚有人提到说他有去，他是有关音乐。好，那
那时候很多人，我记得那时候有人问到说啊，音乐可不可以改变这个世界？那其实我觉得音乐可不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哲舞曾经有一场也讨论过，那一场我们找张慧璇跟大街，从他们的音乐的他们创作的一些历程里面谈说，他们为什么会创作出跟平常的音乐不太一样的东西哈。那我觉得今天除了谈音乐以外，也许今天铁志他当然会比较多谈说他在香港这两年半的在号外杂志的这些经验。可是其实号外杂志这个经验，其实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他如何从一个比较像行动者的角色啦，因为从一个杂志介入转变中的香港，那不见得说好像办媒体或者是说办杂志是改变了世界什么，但是或许他的确就会带来一些影响力。那待会铁志就会来针对他在这个号外杂志这两年半的经验，然后来谈说他怎么去观察这两年半的香港。那刚刚有人提到什么150年前这个英国殖民，那个你就自己要看着办了哈。好，那我们这次先欢迎铁志。